待会我们将要用这个俄罗斯作曲家的1812序曲为大家战胜炎热这种高昂的气势呢，而来为大家这个赞美。那请大家不要成为下半场的逃兵，因为下半场会更加的精彩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们就用你们的扇子，好，你们的扇子扇出最大力的，好，最大声的鼓掌，看你的能力能不能盖过我们那个炮声，好不好？来，1812序曲。